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我是一个持有 broker license 的房地产经纪人，我在美国居住30年，然后对地产非常有经验，我精通多种语言，英语、普通话、广东话还有韩语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买房交易上可以保护到您的权利。然后如果各位有想要当经纪人的，欢迎您到我们公司跨赖，我们是美国中南部第6大公司，然后我们有非常完美的培训，我们可以帮助您作为一个很成功的经纪人，谢谢。